我们台三线因为台头直接个苗栗县大南京江边故事文化馆，除了正式办公启用，可比非希望透过如台聊天同故事性的素材，带动台三线各种文艺复兴。未希望未来除了电视客家文化之外，未使做推广彩体苗品客家基体。先天兄弟生在岛内，平龙镇旧址乡北行宫，由先天兄弟的信徒特别投出六位超过七十斤的扫把手来做特殊修理，除了表达对市民必有的落力，每定是自家工作的成果。宋日停留在第三阶段淡水系统，新竹县宝山乡宝德村因为水通水管线随着苗栗家起的福田分区送水范围，所以有五十七户受到影响。不过考虑到宝德村停水的用户，有外三个结果是自家带的老人家，也是先生中央的朋友，不如持水管安全，仅仅普通乡公所会派人来送水。台湾独到办事规矩内，请大家欠税忘记。南投县著名的景点五日潭，南门水位来到736公尺，比南水位第13公尺，未创落历史新低。不到安内，目前乡公所设合全乡各用庙，土祖母码头做桥接发挥，希望天公伯会带来雨水。苗栗县议员傅忠忠先前传出专家的消息，连续七届东线经议员的傅忠忠，头今年五月十三头部卡度跌倒，送至经救治发现有白血病的现象，建议手术治疗了后，病情还是五分天，所以今天傍晚带专部卡头部卡度专家来，享年78岁。